9月15日，赵丽颖在微博晒出一组健身照并发文，我不是一个人。照片中，身着专业运动服的赵丽颖露出紧致的手臂肌肉，背部曲线分明，性感十足。网友们也感受到了肌肉影的魅力，纷纷舔评道，肌肉影厉害了啊。还有网友喊话响应颖宝的号召，一起运动起来，动起来，为新的力量喝彩，一起运动。赵丽颖是一位人气与实力兼具的演员，经过一次次表演上的磨练与学习，她的演技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从新《还珠格格》中清纯可人的晴儿，到《宫锁珠帘》中霸气外露的百合，再到《错点鸳鸯》中精灵古怪的苏焕儿，她凭借清新脱俗的外貌和纯熟的演技，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。随着电视剧《花千骨》的播出，她在影视圈也集聚了更高的人气。